your performance. Ou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ill now perform Canon in D major by Johann Pachelbel.《伊达耀卡农》及《约翰·帕海贝尔卡农》是德国作曲家约翰·帕海贝尔最著名的作品。《伊达耀卡农》作于1680年至巴洛克时期的音乐作品，曾被改编为多个不同版本，供不同乐器组合演奏。现在就让我们掌声欢迎弦乐重奏团带来的演出。
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，我们的音乐会也进入了尾声。在最后，我们欢迎校长为我们演绎几句，掌声欢迎。
谢谢同学，这份大礼物我收到了，耶、yeah! ！也祝福我们树光长长久久，祝福我们所有的老师、所有的同学永远幸福快乐。希望未来的60年，我们还可以再见，好不好？耶、yeah! ！长长久久。Principal Yao is such a passionate speaker all the time, and that deserves an encore. To close out our show, here is the 7th grade class Wei singing the hymn Li Wu. 感谢校长对我们的勉励。紧接着，我们一起聆听今天的 encore 曲，由国一慧班同学所带来的《礼物》，请国中部全体同学起立。让我们一起传唱这首歌，把爱作为礼物传送给每一位朋友。
谢国音会班同学带来的精彩演出。同学请坐下。感谢各位同学参加109学年度的曙光国中部音乐会，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午后。Thank you for being a part of this musical celebration. We wish all of you a wonderful afternoon. See you next year.最慢在离开，疫情的男生。好，来老师这边，哦，这个。